我觉得蛮多好笑的照片吗？很多好笑吗？对啊，有一点好笑，尤其是最右边那个同学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吗？哎，就是你。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是你们的物理老师 ，OK？ 对，来，我们全部都是一个坏坏男孩的风格。哦，我们从这边过来啊。你不要拿这一张来帅，这一张是性感。坏蛋，啊，我先不啊，坏蛋来了。哎，老师来了。你不能拿这张，我别张没有这样的啊，我这样是很正常。谢都是老师。我们都是帅的，为什么你一个人？哎，不要动，好，来不要动，哎，一人这个跑掉了，下一张。好，坏同学，谁是好同学？坏同学，我是好同学。帅同学，啊。坏同学啊，班长啊，性感同学，性感同学是什么？哎，可爱同学，老师好，老师好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老师来，班长啊，哎，可爱同学啊，小坏，坏同学，后面是性啊，来后面性感同学啊，还有谁？老师好啊！哎，老师合个影吧，老师我们要毕业了。老师，我们合照一下。这样有坏吧？没有。没有这种，我现在是很。你现在是要跟我直播 PK 坏的。我现在很热。啊。来，这是我们的看不到好学生，好同学，4000多，谢谢你。你要再看一次，干嘛？我放在这里哦。来，我们再 re 一次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刚刚的 MV 画面。我决定我们新歌就要用这个 MV 了。好，小爱心啊，好，来。哦，超坏，超坏。怎么没有教？对呀，教，真的没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教？有，坏同学啊，忧郁同学，啊，哎呦，凶狠同学，啊，好学生同学，啊，美男同学，美男，班长同学。是因为你是谁？发微信，闭嘴啊！性感同学，是因为怎么回事？可爱同学啊！那这一位是什么？这位来，没有，这位是？不是，来，不要这样，性感可爱同学啊！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好像的一种老师的照片，而且因为教国文的，国语啊，像没有配上，超像，这样很像老师，这样太像了，很丑。老师有变化了啊！我们来试一下本人，现场访问一下老师啊，看他的看法。可以用那个角度吗？啊，我们用那个角度试本人好不好？本人很好。你不要，你让我看得到我自己好不好？来哦。一二三，老师好了呗。老师为什么一直是老师？应该还好吧。老师啊，你靠近一点点。再靠近一点点。你就是老师。其实还好。还好吧，还好。喂！臭！臭！臭！帝王神功！